那没有爱的幻想，没有啊。巴比城、嗯、哦，十三年前呢，梁的体质是我不知道，我最近一直想养成一个习惯，就是哇，昨天放假。啊，昨天放假。对啊。他今天，他明天后天。对啊，明天后天不用上班啊。先，了解，了解。哎，是啊，是不是这个气候的关系啊？慢慢加爱困，加爱困来的爱困。没有，都没有运动就影响睡觉。没有，所以你要跟阿公多去走。这三个人吃会不会太多了？拿磅秤称食物。太咸了。啊？我不要吃饭，我不要饭。嗯。我要减肥。要减肥啊！对啊，需要多问题啊！好，你在家里面哦。好。哎，阿妈还未吃饭，家里面再吃吧。好。啊，你可以马虎吃啊，我这个可以吃了。啊，好吃。阿叔。16克。嗯。它是怎么煮的？这个炒是炒啊。啊，黄的。不用，啃啃面。没有，那本来有半条，那为什么不吃昨天的半条就好了？你是不是高淋巴？嗯，没有啊。没有。你吃饱了？我。嗯。吃饱了。这么快？对啊，阿妈还能加加的饭。这真的太扯了。我现在呢非常无聊，所以我来测试一下我的新相机。Yep， 我希望这个相机可以让我拍一些很酷的角度，没有错。对，然后它其实连手机上面你都可以看它现在在拍什么画面。那今天呢是清明节，然后我就刚来阿妈家陪阿公阿妈吃个饭嘛，然后我下午呢要回台北去运动。对，运完动之后呢，我就要来日常假日学习了。没错，我的假日其实 nothing interesting， 但是就是非常 routine 这样。对。小喵喵，最近天气很不错哎、欸。嗯，我从阿妈家回来了，现在呢要去拯救双下巴大作战。这边提个外话，因为刚好有同事问我说要怎么样才可以摆脱有教练才可以运动这件事情，我觉得很简单，就是要自己练习。自己练习有两个大 tip， 一个呢就是你要在上完课的几天内马上练习一次发力感，再来的话就是你自己练习的时候一定要录影，你可以对比教练帮你录的影，或者是你可以对比网络上一些线上教练的录影，你就可以看到说你的动作到底哪里跟专业人士做的不一样，或是跟你在上教练课的时候做的正确姿势的差异。Hey guys， 我现在呢要来做晚餐，那我的晚餐呢会是鲔鱼蛋沙拉配
吐司。我最近其实都有在饮控，大概饮控了目前第13天吧。对，那我13天前呢量的体脂是288，就是非常恐怖的数字。然后体重是50公斤，对，我其实掉了蛮多肌肉的，因为我不是有一阵子非常不喜欢重训嘛，是做瑜伽跟功能性训练，所以我那阵子就掉了蛮多肌肉，然后又一直吃办公室零食，所以体脂呢就来到了28%。那因为我不是说我之后要去普吉岛嘛，那现在距离普吉岛其实还有大概40多天的时间，所以我就想说好，就是这一两个月呢好好就是努力一下，就是饮控加运动。洋葱，但是我今年再会回来，哦，就是潜艇堡，这个很那个啊，欧洲 dessert。弟弟要不要吃一口？嗯，上面是鲔鱼蛋、洋葱。跟优格，然后淋上这个，像像台湾版的 Tabasco。嗯，嗯，我这一餐其实热量有快600卡，但没关系，我今天的热量是可以让我晚餐吃600卡的，但我疯狂跟我妈跟我弟推销，他们那时候看起来超恶心，不想吃。所以你要去哪里玩？看焦哥。你吃了你就会知道它是人间美味。我吃一口。哈哈。我吃这个，我不要，我不要那么多。好的。嗯。你不要骗我。它很好吃，可是有点辣。嗯，你还好，还不错。对啊，是不是？就是鲔鱼蛋沙拉的味道啊。嗯。赶快去吃吧，我饿了。这什么？就我一家蛋而已啊。还有洋葱。还有嘞。优格。然后嘞。还有盐巴跟黑胡椒。还可以啦。自带特效的面膜。现在呢，在看一本书，叫做《精准提问的力量》，但我其实没有要看所有的啦。我这礼拜是想要看完某几个章节，然后这几个章节对应的是我下礼拜工作上的挑战，所以我就只想先抓取一些我现在立马想要知道的东西。在家里真的就是这样，边刮痧边看书，完全就是一个老人的行为。
我最近看完了一本瘦身相关的认知心理学书，它叫做《瘦一辈子的本事》。我真的看完了受益良多，我觉得我应该之后会做一集来跟大家分享我在里面到底学到了什么。但真的大推，就是你如果跟我一样有情绪性进食障碍的人，或者是你很常减肥不成功的，那我觉得你真的很适合去看这本书。 Hey guys， 今天不是应该是风和日丽吗？我真的不懂台湾天气到底在干嘛。但 anyways， 我今天呢要去运动，运完动之后呢，跟我朋友约在咖啡厅读书。我不知道，我最近一直想养成一个习惯，就是跟朋友可以在咖啡厅就是读书，做一些比较静态的活动。但是我们到底有没有认真读书，然后聊天？对。Her teeth, 'cause her boyfriend sucks and she knows he cheats. Cries on my shoulder, but I can't see why she's not with me. She looks funny when she bites her tongue, 'cause she likes my lips, but she won't move on. She said just friends, and I can't see why she's not with me. Her phone.这地方好不像我平常会来的地方哦，就是那种很网美的店。我跟我的高中好友约在咖啡厅，我好像五月多要考托福吧。然后我虽然没有考托福，但我有一些闲书想，我想换个环境读这样，所以就跟他约咖啡厅。够够够！哎，你今天进度很快哎，六篇。台中好棒，听到一半我就开始笑。哎，我朋友说要推荐一家中山的事情店。哦，走啊！我现在问他，我忘记了。我说我刚刚就在想这件事，然后我就没听到。背景音是什么 ？Volcano 吗？其实我觉得台湾连 net 都超好买的，我最近去 net 狂买 T 恤，超便宜又超好穿。那个无袖的那个小可爱很好穿，真的、哦。而且就是穿去一些烂地方，就比较不怕被冻伤。对啊，音乐季那种，然后就是。真假？因为我这件 T 恤啊，我觉得材质很好，而且我是买童装的，然后199而已，然后它配西装裤也超好看的。对，我觉得那，我觉得 CP 值超高的，推荐超贵的台湾人去买。跟我逛街就是我会疯狂推坑，但前提是我觉得自己我是真的觉得好看我才推坑，真的很适合你。看看他挑的这项链超美的。你要放进去。哦、oh. ，还有想试什么口味吗？哦、oh, ，不用不用，我在戒酒。好的。要改什么？可以吃蜜桃的吗？因为妈妈说只能吃一个，然后就把它演成一个点点一个。哦，我演点到这里。我想说，你再吃一个，我就忘了。蜜桃干的时候，点点一个。拍给我的酒鬼朋友，推荐一下。可以帮我们追踪一下 IG。
点，然后我早上已经喝了一杯燕麦奶咖啡。我昨天快十点睡，所以我今天不应该是五点多这么早就起床的。但是我最近不在减脂吗？所以有点被饿醒的状态。我终于知道为什么我以前那么瘦的时候可以这么早起来了，因为我每天就是被饿醒。节食的一个好处就是你会更有动力去做其他事情，因为你整个身体就会变得很轻盈，然后一直很清醒的感觉。我好喜欢这种感觉哦。我今天早上一样，就是刚起床先把今天的时间拆一拆，拆成几个 block， 然后每个 block 是90分钟嘛，然后就塞一件事情，就做好一件事情就好了。睡午觉了，各位。虽然现在才9:40，我是废物。好了，我睡醒了。刚刚化了点妆，因为我等一下要去运动 / 拍证件照，因为我不是要去泰国嘛，我是要办签证，然后我的照片就是没了。所以 anyways， 我来化个妆。我跟大家说，我意外的非常适合这种死亡芭比粉。我觉得越浅色的东西在我身上越好看。因为现在接近中午的时间，但是我还没吃午餐，但我又想要先去健身，所以呢，我就是先来吃一小碳水。柳橙口味的果酱有点难吃。I can't do nothing for you, so don't ask, I ain't coming through. Cause I'm running away to my own world, that's where I'll stay. When life tries to test me, I take it one day at a time. Cause I was crying yesterday, but look at today. Hey guys, 我呢从健身房回来之后就吃了午餐，然后去拍了证件照，然后就一路剪片到现在，然后就恍然大悟，我的 vlog 又是一个没头没尾的概念了。没错，不好意思，现在大概是晚上6点。我等一下吃完晚餐之后呢，我就去洗澡。接下来我要去按摩。 I always end my weekend with massage. 我一定会每周都要来一次按摩，所以不意外了，我等一下又要去按摩了，带着我的按摩油跟筋膜刀。对，好
好啦，我要继续来剪片了。我这礼拜拍的影片呢，很大一部分都是用 Go 3拍的，其实画质当然不会有现在这台相机的画质好，然后它也是 iPhone Pro， 但 anyways 它就是非常非常的 mini size， 所以它让我拍出了我自认为觉得还蛮酷的画面，所以 yeah 就是给它一个 try 跟一个机会，然后再让我知道你们的想法是什么，就是对于这个画质啊，这个效果觉得怎么样？那就希望大家喜欢这次的 vlog， 我们就下次再见喽，拜拜。Happy birthday.